列车呢一共是2050公里，然后运行线路啊比较长，这个现在目前客流比较大，而且这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。我们对这个全列呢进行了整体的喷洒消毒，对这个把手啊，对这个扶手水龙头的扶手啊进行重点的擦抹消毒。Thank you.